他自己做的蘸酱调味料 ，cheese 酱、美乃滋，什么口味都有，这些都是用这个做出来的。它有一根装上两个车轮的螺旋棒，只要像这样上下打转的把调料变成蘸酱，放进蛋黄打个四分钟就会变成美乃滋，一体的蛋白一下子就打成了蛋白霜，操作容易，连小朋友都能帮忙。上面只要盖上盖子就能直接放冰箱保存，非常的方便。这么多碗要洗，要快速的解决，可以选用这种洗碗刷，它不必沾洗碗巾就会自动起泡。原来握柄里头已经添加有洗碗巾，它会从画圈的这个洞口流出来，沾到海绵自然就能刷洗，很受日本家庭主妇好评。洗剤を入れておけば、もう一気に洗えてしまうので、途中で洗剤を継ぎ足す必要がないので、とても便利です。杯子破了居然能用吸尘器来清，日本这一款吸尘器可外接通保特瓶，他们将垃圾依大小分类，大部分垃圾吸进保特瓶后就不会再回到吸尘器的瓶内，只有小灰尘才能通过瓶口再被吸尘器吸回去。像是掉满地的回纹针就能用这种方式再把它收拾起来，也是很贴心的一种发明。